夏天似乎因此变得不同，上次我在喝的时候你在笑，我以为你不喜欢。看来你是喜欢的，这样我就不用一个人喝两瓶。最喜欢柠檬了，四川的女孩都能喝酒，所以嘛，以后就喝柠檬味的啤酒啦。你知道吗？我来到这个城市已经一年了，可是我发现很多人只是看上去很好，其实并不开心。一边工作之余，一边拍一些温暖的画面，让所有人都能看到。亲爱的。
台就是便利店的门面，要摆得整整齐齐、漂漂亮亮的。整齐呀，这哪里不整齐了？你奇怪，我摸过都是灰尘，怎么会干净？哪有灰尘啊？早啊！两个干嘛这么看我？叶子啊，昨天约会的怎么样啊？我看那个夏大师昨晚回来的时候啊，哎呦，脸上的表情跟你现在高兴的样子简直一模一样。哎呀，我看我的五年计划要提早完成了。哦，叶子啊，恋爱中的女人真的是不一样哎，你看看你。我都快不认得你是谁了，快说，你们发展到什么地步了？有，你们就不要问那么多了嘛。哦，叶子，我们是好姐妹，快跟我说啦。哎，对了，快说了，我们这样尽心尽力的帮你，这样劳民伤财，你不可以过河拆桥啊。欢迎光临。超级红的名模 Flora， 而且她包包里面那个 Vogue 拍摄计划表，肯定是她。哦 ，Flora 小姐，是 Flora 小姐吗？哎呀，光临 B 店真是让我们蓬荜生辉啊！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尽管告诉我，千万千万不要客气啊。没关系，我自己跳就好。麻烦你，你稍等。麻烦你，一共18块。啊！这么亲密的大头照，你和夏天只是拿金牌搭档来当挡箭牌，其实你们是恋爱关系。你觉得呢？你不想问他吗？快问啊！快问啊！剩下的当小费吧。现实真是残酷啊！
子啊，说不定人家真的是男女朋友哎，你千万不要介入人家的感情当中。店长年轻的时候啊，也是爱上不该爱的人，那后果啊，就是惨字一写十八年啊。宝强是一个好人，你这样子啊，宝强。再问一句，再问一句，哎，你跟夏天告白回来啊，我就越想越不对劲，你该不会是一时冲动吧？店长，不问了，不问了啦。哦，你这个人很奇怪，你有没有想过别人的心情啊？好奇嘛。好奇，你知道好奇可以杀死人呐。问清楚才能够帮人家嘛。我们两个一起吃苦，走到现在，两个人一起吃一碗泡面，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，再转汽车到彩达木，还戈壁。背着几十斤重的器材，好累，好辛苦。夏天说的那个女生，应该就是菲欧拉吧？七年，我们在一起七年。夏天只是刚刚认识，而他们在一起已经七年了。哎，说不定他们真的是工作上的伙伴哦。你看，男的帅，女的美，女的真的比较美。像他这种铂金级的单身名模和性感的女神，夏天配不上。Flora 今天来根本就是来店里示威的，夏天搞不好就是他的秘密情人。好了啦。先弄清楚人家是不是男女朋友嘛，叶子啊，为了解决我们心中的疑问，为了你自己，你要去问一问夏天。对，去问。我有资格问吗？还是老样子，喜欢喝柠檬口味的啤酒。那你呢？你变了吗？进来吧。巷口那个女孩子，她叫什么名字啊？叶子。你喜欢上她了？你没事吧？便利店还有好多工作要做，我不能旷工的。我没事。叶子！叶子！夏天，少喝点酒。你也不要再找错钱，苦鼻子。
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要履行工作上的合约。沃格的计划书我已经带来了，明天别忘了按时。谢谢。好像没什么事情了，你好像很忙，那我先走了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从进门到出门，总共33分钟。根据我丰富的恋爱经验以及精辟的合理分析，这半小时足以发生任何事情。是你啊，找我什么事找那么着急？我想……哦，对了，张爷爷张奶奶的照片写好了，你要不要一起来看？幸福哦！要拍摄一张好照片，每个环节都不能错过的。拍摄很重要，冲洗照片的过程也很重要。我刚刚说的这些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是脑供氧不足，有点短路了，一定要马上补充一些能量。走，我们一起吃个饭。先生，您和您的助理今天吃点什么？他不是我助理，他是我朋友。哦，非常抱歉，小姐，请您先看一下菜单。好。想吃点什么？你拿主意就好。你手自然要搭上来，你要这样子，好吗？手要抱上去。娇雪，
什么东西怎么这么笨啊？对呀，我真的可以走入他的世界吗？我们真的适合在一起吗？这个故事属于你，也属于我，属于叶子，也属于夏天。只要你能听到我，看到我的全心。